在派路偏偏行，吃来老着伤心无幸命。在歹路偏偏行，吃来老着伤心无幸命。我们首先请阿德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那我觉得陈佑今天唱歌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，所以呢，就是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就是这个演唱的灵魂啊，跟你这个人啊，跟你这个年纪啊，跟这个歌啊，完全是好像一个桌子的四个角，没有交集，没有交集在一起，但它却形成一个桌子，啊，就是有一种情怀哦，被你捕捉到了。啊，我觉得情怀这个是很难的。那由于知道你是那个陈杰的超级粉丝，我真的有听到那种你把陈杰的一些演唱的一些特色放在这歌里面啊。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天陈佑，你这老灵魂，那有听到？吼，啊，这条歌，应该爱有的这些艺术，遐一挂声音嘛好，然后尾音的收煞啦，吼，啊一挂啊个声多的物件。你都嘛讲学个真摇滚吼，真好啊！有一个部分就是讲，你的因为你本身的音色，你的音色较薄，好啊。这个方面可能我感觉你也在找老师个研究，安怎怎么样让你的发声，让你的共鸣更加大白的，然后更有颗粒感，然后就去表现你很喜欢的这种音乐的唱法。好，我相信有很多是你可以再进步的地方。但今天你第一次来，真的对你印象非常深刻。谢谢老师。